快！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沃斯堡的 Stockyard， 据说这里就是牛仔文化的发源地 ，Where the West Begin。然后这边有，应该会看到很多牛吧，跟牛仔，就是那边的。Hello。Hello。Am I the vlog？ Yeah。这里就是西部牛宅开始的地方，西部 style， 这就是牛宅啊。靠脚，这是门口吗？靠腰，门口在那里。对我来说也很小啊。欸，你猜这个靴子要多少钱？300块。295。这是村上龙的画，蛮帅的。想买了吗？你猜这个多少钱？你猜这个多少钱？我刚看到，了，60块。好，你看一下。艺术是很贵的啊。Yeah。上就没了，有没有什么心得？你心得是什么？等了2个小时，值得。哎，那你转过来，哇，你这样显得就很帅。等下这些就是被套的小牛是吗？是我们的视野。从幼稚园开始当牛仔。
法降服了。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牛仔小镇一日游，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那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